美妙的乐音在我们的当中。那我想现场有很多的观众们一定会有一个很想法说，哎，这么样年轻，这么样可爱美丽的孩子，哇，他可以弹奏出这样子的触摸人心弦的乐音，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动跟喜悦。好，那这时候呢，我先来让婷宜松缓他的心情，因为他刚刚在一个乐音的当中，他还在那个情感的当中。我要先来访问一下他的爸爸妈妈。那子盘跟文林，多年前文林在台北灵粮堂是在我的牧区，是我的小组长。好，那经过多年之后呢，他们就是被拆到板城的福音中心去，那整个的诊所就成为一个职场的教会。好，所以先简单介绍一下子盘跟文林。那婷宜就是他们的长女。好，感谢神，今天晚上我就要来访问一下爸爸妈妈，就是当婷宜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你陪伴他们陪伴婷宜练琴啊等等，在你的心里面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培育这样一个钢琴家，我想身为一个母亲真的是比一般的母亲应该来的辛苦。那怎么去栽培他，我只能够用 一句话，就是始终如一，爱支持与陪伴。是，那每次听你在台上弹琴的时候，我就有那一份的感动。其实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想到他过去童年，不知不觉现在已经这么大。是，小时候他在练琴的时候，我是一个虎妈的角色。因为孩子还小，我们知道在台上要很好的演出，他们必须要认真的练琴。是，所以过去我跟他的关系曾经有紧张一下下。感谢神，因着上帝，后来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现在就是用更多的爱，更多的陪伴，更多的支持陪伴着婷宜。是，那比较艰辛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身为好像一个妈妈，可是你知道音乐班的孩子从小大他们要去比赛，那觉得自己好像也是一个经纪人。是，回想以前就好像右手左手拿着大包小包的，然后到处他载来载去的，曾经最远的地方有陪他到意大利这样。那我们知道其实比赛真的难免又会有输赢嘛，赢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可是输的时候孩子就很难过。对，那我要当他的一个心灵的捕手啊，就常常给他加油打气啊，给他鼓励，给他安慰啊。所以呢，今天看到他有这么样大的成长，我真的很高兴。感谢神，感谢神。我想孩子的成长其实基本上也是父母亲的成长。好，那爸爸呢，就是说婷宜在学琴的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是的，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他在小五或小六的时候，好像有参加一个比较大的钢琴比赛，是好像是台北国际的肖邦钢琴大赛。那时候他比较小，因为羽赛的竞争者很多都是大哥哥大姐姐，都年纪比他有的大很多岁，那其实他那时候也没有很大的把握啦，就是尽力而为，老师也请他教他尽力而为。那当时候要比赛之前，就是有教会的弟兄帮我们带导，然后他说他在那个祷告中有看到彩虹，所以跟妈妈讲，妈妈也觉得说还不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然后他也教他努力。然后在他们的路上中间过程刚好下雨，下雨过后天上也有彩虹，所以很幸运的他那时候比赛就得到第三名。那经过这个比赛以后就给他很大的鼓励，
那师长跟同学也都给他很大的鼓励，那从此以后他也比较更有信心。后来接着又到意大利参加比赛，也有得到一个 青少年的冠军。那接着参加文件会选拔那个国家音乐人才库，他也有幸可以入选第一届。后来从此就开启他学琴越来越有信心。我想这个是一个恩赐，就是上帝的恩赐。谢谢。是。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彩虹是我跟耶稣的一个约定。是，彩虹呢是上帝跟我们人类之间一个非常美的盟约，透过彩虹让我们知道他的同在，他的施恩跟赐福。好，那爸爸妈妈也分享过了，婷宜你现在心情应该比较平静了哈，是，好不好？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从你弹琴的过程中，我记得我在年初在国家音乐厅也是坐在台下第一排听你演奏，其实心中有很多的感动。那我想说你有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表现呢，实在是因为是上帝的恩典。那问一下你在小的时候你学习的一些心声好吗？我小的时候算是一个蛮乖的小孩，老师规定的作业我几乎都会完成。是，但是在音乐班的这个过程里面难免比较竞争，因为我们要参加比赛，然后老师对我们的期望也比较高，然后我们每个学期都要有考试，所以心里面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然后也感谢耶稣让我有一根比较少一根筋的那种个性跟特质吧，所以我才能这样子，当老师责备我之后我还能就是截取老师的那种正面的能量、然后比赛如果失败的话我也会想说那我下次会更好，我从这次学到哪里不好的。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领悟到，就是出国之后嘛，听了很多音乐会，我就对自己的要求开始变高了，常常很生气，就是处理一颗音啊，就是达不到那个颜色或是那个声音，有时候声音是温暖的，有时候声音是要冷却的那种，对，然后就是有时候一天两天啊，然后就是都还是抓不到那种感觉。其实有时候现在是在跟自己打仗。是，但是直到最近耶稣才给了我提示，这样子说你要在你人生的阶段里面接受每一个不完美的自己，因为我们的不完美所以我们会更努力的活着活下去。是，不完美是让神让我们可以有依靠他还有成长的机会。 是很棒，是非常的感动。我想从小到大你一定经历很多需要付出的，但是呢这当中当然有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同学们，那我们也很开心可以访问到你的启蒙老师呀。现在呢我们要看一段影片，是启蒙老师对婷宜的一些话。乖得不得了啦，从幼稚园进来每次上课都笑嘻嘻的来上课，你叫他什么他叫什么，都不会说像有的人会投机取巧 或不乖巧，他一点都不会。我说乖到没有办法讲他什么，也从来没有被我嫌过什么，叫他一叫他一叫他就是很老实，可以说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妞啦。我问他说你喜欢钢琴吗，他说喜欢，他喜欢弹琴，那我就说那你想要读音乐吗，他说他喜欢，喜欢我就会朝着读音乐的这种步调一步一步的引领他。他在光年一直都很好，都是差不多就是数一数二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让他到更有竞争力的地方去的话，说不定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很有寂寞的这样子。
他推出去，站在学校的立场这样不一定对了，应该要留下来。但是站在小孩子的立场，我是觉得让他有跟他的天空去回想，说不定会更好。他也不需要这么严格了，就是你排着步调给他走，他就会一步一步跟上来，傻乎乎的跟上去，然后傻乎乎的自己就走下去，这样子。他是这样的人，非常可爱啦。我有一句话，就是你爱怎么走就走下去就对了，跟着感觉走，爱怎么走他就怎么走，尽情的去走下去。谢谢我们可爱的老师，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他没有为学校刻意把婷宜留下来，让他能够展翅翱翔，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那好像老师今天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用掌声欢迎一下老师，请你站起来一下好吗？我知道您坐在第七排，中间，谢谢您，谢谢您，你是婷宜的恩人，谢谢，谢谢。真的很谢谢老师从小这样子教我，是因为老师，所以钢琴像是我的好朋友一样，老师都一直鼓励我，他从来没有责骂我。很有爱，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时候，老师就弹一首琴，弹一首歌给我听，问我好不好听这样，然后我很喜欢，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很喜欢练琴，虽然有时候蛮调皮的在家里面啦，可是老师都这样子一路陪着我，然后把我送到古亭国小去读，是，感谢主哈。上帝在婷宜的成长过程中一路安排好多爱他的家人老师，好像天使在他四围围绕。那除了这些刚刚讲过的家人老师以外，还有哪样的亲人陪伴着你，给你鼓励跟支持？我每个家人都给我很大的支持啊，包括在座的 Tina 姐姐，对，他每次都会去捧场我的音乐会，然后每个人都用他们很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我。是，像我奶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她从小我就是鼓励我练琴，不管我练10分钟20分钟她都是很说我很棒。然后我还有很多老师在每一个阶段都给我很独特的教育方式，让我才有现在这么发达，对，头脑发达的我。然后对，那个是我国外的老师们，然后除了我的老师，还有我所待过的学校、待过的班级，然后每位好朋友，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梦想，所以就是追起梦想来就不那么孤单。对，然后在我出国之后，因为出国以前嘛，都是住在家里，都知道家里那种温暖。然后我记得前两年待在美国的时候，每次要从台湾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其实就很难过，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来到美国追求我的梦想。然后直到有一天耶稣告诉我说，你不要孤单，即使你的家人他们都在台湾，朋友都在台湾，老师都在台湾，可是我是在你的旁边，是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耶稣的陪伴就是这样子，那么有耐心爱心的爱着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相信就是或许家人同学老师陪伴都是有时，那但是耶稣的陪伴却是一生之久，特别在你孤单一个人的时刻。然后也是因为我去了美国之后，我才了解到那种孤单的心情，所以耶稣他把我放在美国是有他的计划的，所以我能更了解那些心中孤单的人们，我可以借我的音乐来深深的表达那份爱。呀，是，我想我们也很开心在这一段录制的过程中也采访到他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死党，从小陪伴他然后认识他跟他一起玩音乐的这些孩子们，今天我们也很开心。好，我们等一下来播放这个影片。好，谢谢这些陪婷宜成长的好朋友们。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宜的国中、高中还有大学一年的同学。那婷宜呢，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我还记得第一次就是大家一起上课是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自我介绍，然后我就有听到同学说，哦，他在国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男生追他，然后所以呢立刻就引起全班男生的注意，所以呢几乎全班男生都喜欢他。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他一次演出是在国家演奏厅，他开了个人独奏会，然后那时候很多很多的同学都到场帮他捧场，然后那场音乐会就是完全展现出一个专业演奏家的水准。嗯，李婷宜这个人嘛，他钢琴弹得好，除此之外呢，他把他的手指的功力发挥在那个玩手机上面，他传简讯的速度可是非一般人所及的。嗯，除此之外的话，他上课很喜欢跟别人传纸条啊，还有吃东西啊。啊，不好意思，讲太多他的八卦。嗯，至于他的钢琴是真的弹得很好，而且我常常在他的琴房外面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情。嗨，大家好，我是婷宜的国中同学。我对婷宜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从国小我们都是音乐班，那时候我们是不同学校的，但是我那时候就听说哦，他就是弹得超好，然后那时候我就哦，那有一个超厉害的人，然后还要跟我一起，就是哦，就我也上了附中，然后就刚好跟他同班，然后就是同班之后我发现哦，他真的弹超好，因为我有看他弹琴啊，然后他在班上成绩就是钢琴就是应该就是第一名吧，就是对非常厉害，然后对他的印象就是虽然觉得他好像每天看起来就是好像也没有很认真，欸，可是他真的弹得超好。婷宜跟我的个性就是完全是相反的，就是他比较活泼外向，然后在音乐里面表现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的热情，所以其实常常会听他弹琴，在旁边听他练琴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默默的心里都会觉得很感动吧，对，然后有时候会偷偷掉泪。对，在我印象中的婷宜呢，事实上他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会弹钢琴的人，这一点是我们如果说就是当时候的同学们的话一定会有这样一致的共识，讲就是他钢琴弹得非常好。对，那因为不同的路，因为后来走不同的路关系，所以我也渐渐的跟这位同学呢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常联络，可是偶尔还是会互相关心这样。对，那看着他就是在国外发展的非常好，事实上还蛮替他开心的。然后婷宜就是在我心中你还是永远就是那个心地很善良，然后非常可爱的女生。那我祝福你之后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是继续的顺遂这样。好，婷宜是我在小学的时候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然后我记得我们两个小时候应该都算是就是老师的小帮手那一种啦，然后老师应该都把我们当乖学生，可是我有印象有一次就跟婷宜一起被老师骂哭，因为刚好在实习音乐会的时候我们两个偷偷溜出去，然后就不在音乐厅里面，
然后就恰巧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调皮的同学捉弄别人，把别人的作业簿丢掉，然后就结果我们两个就被老师怀疑，因为就是当就刚好那个时间点我们不在音乐厅嘛，虽然真的不是我跟婷宜恶作剧，但是刚好就有一个这样的记忆，然后我觉得婷宜一直以来应该都是老师，也应该一路以来老师都觉得婷宜是很听话懂事那种学生，所以他应该也很少有一起就是跟同学一起被老师骂哭的经验。然后虽然小学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很高兴一直以来跟婷宜都还是有保持联络，然后就是每一年他的音乐会我也都很期待啊。然后从高中他在国家演奏厅有开音乐会之后，每次都有去参加，就是去年是唯一缺席的一年，因为刚好去年我人在美国念书，但是因为在美国念书，所以就有机会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就去纽约找婷宜，然后就跟他去了一些地方，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就是这一次去玩，然后跟婷宜相处几天，然后就觉得她一直以来就是我心中一样的那个女生，就是很体贴，然后很替别人着想，然后很给人很温暖的感觉。那些年我们一起玩音乐。谢谢这些可爱的同学，我相信他们如果有在现场也会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婷宜一起好陪伴他。那他们都有提到婷宜对钢琴的这一份爱，这一份感情，婷宜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对琴的这样的爱跟情感？在大学一年级以前，其实当老师或者是同学问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弹啊，为什么要继续走音乐这条路，当时的我其实说不出具体的为什么，而且我给自己的答案也是无法说服自己的。可是直到有一次一场音乐会，耶稣用独特的方式告诉我是为了什么而弹的。那场音乐会是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独奏者是弹一首舒伯特的即兴曲，当他弹下第一颗音的时候，那整个氛围就变得很不一样，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当时我听了很感动，眼泪不断地流下来，身体就这样子瘫在椅子上。我想音乐是我的最爱，所以耶稣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原来声音可以带给人那么大的幸福感。我真的很感动，我也知道我为什么要弹。是我想真的是听到你的分享心里也是非常的感动。那对琴的这个爱还有热情，其实是因着耶稣，因着这个信仰，所以让你有这么大的开启。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信仰的一些经历？从小我妈妈就很爱为我们家里的人祷告，我记得国小的时候，妈妈开车载我去学校，妈妈就这样从板桥为我们祝福，然后祷告各样事情，祷告到古亭国小。然后我也因着妈妈，所以我对信仰虽然没有在很更深刻的与耶稣结合或者是认识，可是我知道真的有一位这么爱我们的神，他在我们的四方用他的力量这样子带领我们走下来。然后我想分享我最喜欢的经文，那就是诗篇。这篇诗篇是我常常用来安静，在比赛前一天或是考试前一天会静下来读的。
那可以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吗？好。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何以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对，然后这篇诗篇也是我当初在受洗的时候画眉师母给我的。画眉师母要分享一下吗？哦，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婷宜是四大附中高二的学生，那他决定受洗归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呢我就跟他做受洗约谈，那谈完之后为他祷告，那祷告完之后呢，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诗篇这一段经文就出现了。我知道是上帝要透过这一段话给婷宜他在钢琴的路上的一个祝福，所以我就跟他分享这段经文。果真现在看到婷宜在国家音乐厅到各处，当他弹琴的时候，的确是用他的生命向神唱新歌，每一次弹得巧妙，每一次声音洪亮，虽然弹的是好像是名人作曲的，可是呢其实经过他的手，经过他的生命，就成为另外一种乐章，就是上帝透过他要对这个世代人讲话的乐章。然后第二章是以弗所，让我们一起念吧。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耶稣借由那么特别的管道，让我领会到上次的卡内基那份感动，所以我想我也是知道我为了他而弹。那我也记得我今年年初在演奏厅有一场独奏会，那次其实弹完后我自己非常不满意，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自己要求也越来越高，常常不能接受，就是想要像大师那样子呈现最好的一面。可是隔天妈妈跟我说，有一个高二的学生，他因为我弹琴，所以给他一个很正面的能量。他原本是不想礼拜六到学校去补K 书，因为他觉得为什么他要牺牲他的周末时间呢？可是就在我弹琴的当中，他体会到了那份对生命的认真与执着，所以从此之后他就开开心心的每个礼拜六都去了。哇，这是好棒的一个见证哈！是，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耶稣的爱他深深触摸着你的生命，以至于你在信仰中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领受，能够去弹奏出这些名人名曲的乐音。虽然是如此，我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经过你对耶稣的那样的一个爱的一个领受，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乐音成为一个爱的一个导管，就这样的一个分享出去给这个世代凡听见这个乐音的人。那我想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也一定非常的期待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为我们再来演奏一曲，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份爱。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婷宜。
生的路起起落落，谁不曾有迷惑？当我迷失在慌乱中，谁来引导我？谁能给我不变的爱和永远的承诺？抬起头，我深知道耶和华能够。耶和华的爱是不熄灭